我们来看本周的一杆清台，开球之后有下球，目前这个球型花色球啊，10号和12号球不太好打，这球全色球呢基本上都是活球，所以考虑先打全色球啊。全色球可以先打2号，2号用一个中杆加一点左塞啊，两库绕出去交到了5号球左边的底带啊，5号球的这个角度可以用一个中高杆啊，蹬一库来叫6号右边中带，这种四蹬也是在我们课程里面啊，会经常会提到，这是属于二级和三级的这个阶段需要去掌握的杆法。现在这个球型呢，它的顺序啊，可以先打6叫4、4叫7、7叫3这个顺序啊，也可以先打6，然后6叫3、3叫4、4叫7，因为用7叫8号会更方便一点啊。所以这球我是先打6叫3、3叫4，但这一杆3叫4啊，需要叫一个精细的位置。这样的话4号叫7号，只要留出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，就可以叫到8号球右边底带。所以这盘球啊，它的杆法并不是很难，但它的选球顺序啊很重要。如果用7叫3的话，也要尽量的叫到一个向下的角度，这样才能便于叫到8号球。所以最好还是先打掉3，最后用7叫8。